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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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
并且进入屋内搜索相关机证。开枪抢匪作案画面曝光，嫌犯戴着白色安全帽出现在巷口，手上拿着一根棍状物，四周环顾了一下后，将棍状物放在温泉旅馆外的花盆边，蹲坐在一栋大楼的角落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开始往花盆方向移动，又拿起原来的棍状物前往金饰店行抢，抢劫失败后迅速跑离现场。嫌犯行抢过程中与金饰店爆发冲突，并开枪射击银楼老板头部，送医后没有大碍。警方经调阅监视器锁定嫌犯，七号中午逮捕后，下午押回宜兰，检警正全面搜索作案机证。记者林医生张智仁宜兰报道。